近日，国内首部风水命理爆笑爱情喜剧《天生不对》在京举办笑来运转首映发布会，在片中饰演倒霉情侣的周渝民和薛凯琪现场求财运、求转运，在郑中基的隔空指点下完成快问快答、笑来运转九连拍、转运造型大考验等挑战，默契十足。薛凯琪在片中饰演倒霉蛋佩佩，当日的发布会上也是囧事连连，鞋跟踩穿舞台，玩游戏耳机掉地，引得台下一片爆笑。看来对我们这部影片是使足的力气来进宣传，是不是？我告诉大家，其实是编出来，你会信？不是我太瘦。